十岁的罗百吉出道至今，有过不少经典作品，更被封为电影教父，受到不少粉丝喜爱。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他，日前就发文记录一场惊魂记，让粉丝们都吓坏。他在文中透露，他半夜看到一台黑色宾士车，车上坐满着黑色西装的男生，他们一下车一句话都没有说，马上就用跑的朝他追过来。罗百吉也用保命最快的速度跑掉，一群黑衣人狂追了他一条街，才听到他们说等一下想跟你拍照，他才发现原来只是热情的民众想要跟他拍合照。对于歌迷的热情，罗百吉也哭笑不得，直呼拍张照没有问题，但是请用走路的，不要突然用跑步的，会吓到，实在是有个有趣的。